好了，那货的话就是这一批啊，总得是有一双、两双、三双、四双、五双、六双、七双、十四颗，十四颗全部都是那种非常大的那种大段大担面啊。大当面，然后这批货呢，其实做一个分级的话，我个人是，这一颗、这一颗、这一颗，还有这一颗，以及我看一下，这四颗应该是占这个主导的。如果是分货头或中的话，这四颗应该是占货头，因为它这个八个宝马，然后其次的话，它就是最主要的一点，就因为它这个色码，这颗色要稍微淡一点点，这边绿色稍微淡一点，然后。这些都是稍微沉一点啊，现在都是整个的，它的色的这个形式应该是像这样。完了，这个非常的大，这种应该是30左右的尺寸了，这个尺寸。别提拉皮了，都没进来了不？喏，别提拉皮了，都没进来了喏。都比没带了。29.3。啥完了这？29.4，是30左右尺寸。厚度啊，厚度不好量，这厚度到10左右。然后这货的话，我们还是用微距镜头看一下它的每一个货吧。现在咱们还是用微距镜头先看一下货。这是满的。背后有风啊，但是的话，它整个什么什么问题呢？对，第一个色稍微淡点，看第二个像这些地方有一点点分明，就是它色稍微淡了一点。第二个跟第一个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区别。是不是像这些地方？这里另外它是有一个色顶，不是同样的，有两个色点，这四个都是色稍微差一点点，然后的话是到这边的这一个，球之后是差一点点，一点点这种负面，但是可以接受的，它的是。那就到这个我打的虎头之间的其中一个。也是有几个色顶在里面。这个哇，太大了，这个大格子档，这才叫格子档。整个其实是相对较完美的。那几个是公司的，前面的五毛钱我就浪费了。新的呀，新的。来，新的玩意儿，是那几个的多了去了。中间这四个呢？这四个就是我打的货头。是。八新的，我这就是，前面的八新的玩意儿。对，属于色稍微轻一点。这些地方就有一点点露白了。这边有呢，那是没有。性格没变，为啥呀？也是没有，主要来蛋白呀，不然呢？
性感我都不要了，往这边都搬了。不老干没有。性感我都，性感是吧？不会担心的。不老干了。找你家的。爬到我们家屋了。完美，每一刻都是完美的，但是。找我们家的，我们拉人都就是拉一个卫兵嘛，新疆的兵啊，你找拉不动，拉了的那里有啊。哎，叫拉影没有那个气了，对吧？讲的就全全部都是那种古绿色的。哎呀，风都没有了。像这一批货啊，这批货我打价的话，我打到这个35啊，35。他倒是喊到这个130，后来的话问了一下，他说80左右，可是差不少。上面是真的大，算了，咱们还是问问他，给你们看一下吧。价位，老铁，一百二，你不是说80？啊？你不是说80？没有。这些都是我的朋友。观谷珠宝成立于广东，拥有国家注册商标，从事翡翠行业10余年来，坚持从缅甸矿区采购性价比最高的翡翠原石，聘请知名的翡翠雕刻大师精雕细琢，支持私人定制服务，为大家提供可以传世收藏的艺术品。观谷珠宝客户遍布海内外，特别是在华人较集中的美国、加拿大、新加坡、港澳台等地区有很高的声誉，每天都有很多新老客户结缘观谷。以往都认为翡翠价格过高，那是您不了解翡翠。关注我的微信7887-2456，学习更多翡翠知识，判断翡翠的价值，打破传统珠宝行业虚高暴利。买翡翠找观谷，微信7887-2456。观谷珠宝向您承诺全场保证翡翠 A 货，送国检证书支持全国复检，可以淘宝交易，假一赔10，鉴赏期内不满意可以无理由退换。同等翡翠所售价格低于实体店的3折，可以随便对比。微信7887-2456。